Yeah, they're very strong, very strong. It seemed like a good team for the University League, and I'm sure they'll do well this season. 上场球呢，一开始打呢，大家有一点比较放松了，比较放松，所以很多开赛的细节上呢就没有处理得很好啊。导致呢一路上有落后的情况。那上半场球呢，我的调度也比较宽松，我分三批人马，大家都有足够时间上去做一些训练的比赛练习赛，效果没有产生的很好啊，效果没产生了。再加上大老外这个效果没有在这个打法防守的套路上那个环节上处理的不是很好。今天夏普有在阵容里面，进攻套路或是防守套路，就在每天的要求之下，它自然的磨合上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效果在。打得很闷，你们不要闷，不要闷，闷什么？你看还那么多人，在场上多沟通，事实上就一直掉分数，一直掉。他们都在我们会场里面，那你第一派是有自己还是要先上啊？下一派要可以给就给。然后他手区中间有对象给他没有关系，高个子在外面像手里就是过了就对了，快攻就转换，快攻前锋来，要先跑，前锋要先跑，好，对对对。在进攻来看的话呢，它是比较多功能的，它攻击手段比较充分，大个子可以像后卫一样从后场自己抓篮板自己带过来，可以攻击造成三打二、二打一，或是做一些比较高级的传球，或是真真假假假传自己进攻的动作，是一个属于领导特质的球员，在防守呢，他在篮下他是一个非常强的守护神，在防守的这种经验上的堵位，还有成功的封阻对手，或是卡位，或是补防，尤其是争夺那种比较高难度的篮板球，他是抓的是相当有天分，那在这个环节下呢，就让我们产生有更多的保护力、保护伞，那自然的本土球员呢，或班霸呢，在这种情况呢的自信就会自然的产生。Come in and work with the young guys, you know, work on our stuff and get up and down, work on condition. That's my job, just to make plays, however I can. We have good guards, but I just try to compliment them and push the ball, you know, facilitate a little bit.关键是防守了，如果夏普在上去的时候，等一下上去的时候，他在这边拿到球，转身醒带，你们他抓到球的一秒钟 ，he has a rebounding catch, same time, two, three, freeze, okay, with no doubt, 没有理由的，就啪，他为了 basketball pass, right?